我叫做夜晚还年轻，然后我想讲一下这首歌，就是人的一生当中，我觉得就是一定会有几个好朋友，不管是一两个或者是十几个，然后我觉得这些好朋友就是就算在很久没联络了，然后我觉得然后偶尔相聚一下喝点小酒，然后就是还是可以盛欢就是盛到深夜这样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那个喝酒聊天的心情，就是跟朋友喝酒聊天的心情。然后我觉得在这么压力大的社会啊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单纯而且很难得，所以就是大家要好好珍惜。哦，然后就是这首歌我想要就是献给我的好姐妹，就是对，就是她今天要看我，然后。